那个周哥，这个具体条件我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啊，就是直播间有一个用户896的，要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，身高1.58米，体重98斤，然后现在42岁，有一个15岁的女儿，有一套房，就是一居室，现在的目前的工资是2000，你想不想多了解一下？想啊，就是说看他是有诚意没有，有真诚实意，啊，可以，我们可以交谈一下。哦，他是这样一个情况，他其中有一个乳房长了瘤子，切掉了，就只有一个乳房，可以接受吗？他切掉了一个。他是长了瘤子，切掉了啊。嗯，长了瘤子。啊，只有一个，不影响吧？这个？可能不影响吧。少，等一会儿再来上网吧，周哥。好，好吧，好，我们先把这个，大家把这个事情给你落实嘛，就大家都是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对吧？嗯，对，都到这个年龄了。好，没登上，等会儿来嘛，周哥不着急嘛，好吧，先把这个聊了再说嘛。好，就是说刚刚已经给你说了，就是缺少一个乳房，就是因为长瘤子切掉了。这种不可能吧？怎么不可能？这种有什么不可能的？能不能接受？少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呀。这个有啥嘛？他发视频过来没有？就是说这种你能接受的话，再谈视频嘛。就人长得还可以，说了的，长得还可以。好好想一下吧。打个屁啊，有点为难啊，实话实说。怎么少一个？少一个影响也不大呀。少一个影响不大。有多大影响啊？哎，你表个态，周哥，你表个态。就是说，你愿意继续了解，就叫他发照片、发视频；你不愿意了解，我就给他说了，让他死心就行了。但是，也。意思，他的意思两两母嘛，就对，还有一个女儿15岁的。他意思说介绍给我。对呀、啊。考虑。考虑啊，那这样吧，这个就是让他发一个视频和照片，就是说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啊，好好好。怎么样？好好好。那就这样定了啊！周哥，你身体是健康的吧？健康了，没事。没有什么毛病吗？没什么毛病。就是说有没有生育能力？他们这方面还想了解。有生育吧？肯定有啊！好，今天你的工作就做得非常好，知道吗？就除了工资之外。我再给你一包烟，好吧？这个老龙凤啊，好，谢谢。今天的工作完成的非常的出色，周哥。啊。明天继续加油，好吧？啊。有没有信心明天做得更好？好。来一个加油这个动作。好，加油。努力，奋斗。来一声，努力奋斗。努力奋斗。好 ，OK。OK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